家好，我是艾莉，我是小艾莉。今天跟小艾莉一起玩的游戏是，快点，当当，当当，闪亮闪亮，宝石塔游戏。那么我们一起玩吧。小艾莉啊，今天我拿的这个游戏是宝石，宝石，宝石，宝石。我想要。我的，我的。对呀，小艾莉啊，你也喜欢宝石对吧？我也想发财。今天呢，就拿出一个一个来，拿着宝石就可以了。哇哇！不过呢，就你要拿这个宝石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要倒出这个宝石塔。OK， 明白我的意思吧 ？OK。那用这个倒头来拿一下这个宝石的。那剪刀石头布来，我们定一下。剪刀石头布，你先来，我先来。我先来呀！好。哇哇哇！我要去采宝石，敲敲敲。嘿，哇啊！好的，小阿丽，你成功了，哇，而且拿了一个宝石。那现在呢，艾丽了，你会发财吗？哇哦哦哇！吓坏我了。好的好的。让你，艾丽呢是白色的宝石，又该我来洗手了。哇 哇！你很勇敢呢。哇！无业好了好了。不要太超过我呀！好嘞，好嘞！哇，这真的好紧张嘞！敲我敲敲敲！哇塞，好了，你也成功了，这次该我了。看一下你哦！哇哈哈哈哈！哇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好好好好好，该你了，该你了！现在肯定小艾莉会输的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我是在后头哦。不要笑嘛！哇！耶！艾琳呐！耶耶耶耶耶！我觉得我们还有必要再来一次哦，因为你是大人，应该让小孩再来一次。那么这次输的人就要用大锤头敲。那你是说这次输的人要打这个？对呀。OK 啦。那肯定还有我赢的，我们来吧来吧、okay、来吧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么剪刀石头布，我先来，你先来开采哦。OK， 小心哦，小心。哇，看你的技术好不好？你这次跳了好久好久。我这次好危险呐、啊，朋友们。你也知道啊。哇！耶、yeah! yeah! 啊！你好坏呀，你总是吓我。肃静，严肃。哇哇哇！你就是很危险的了，对吧？对呀、哦。OK OK， 好。又该你了哟。这次的比赛也太厉害。哦。哇！我们真的好认真、哦。OK， 朋友们，现在呢，小艾莉也四个，四个哦、艾莉也拿了四个宝石。一样一样，我最讨厌一样了。哇！怎么办？怎么样？朋友们怎么办？到了考验你的耐心和集中力的时候了哟。哇！对呀、啊啊啊啊啊啊啊，快点敲呀，快点敲呀，快点敲！哇！呀吼！阿姨姐姐，你没有关系吧？姑姑，你不要那么开心好不好？快点呐！什么呀你？没有地上了，太不够朋友意思了。哇，我又踩到了。哇，我觉得老天很喜欢我。怎么可能呢？哇哇哇哇哇，看起来好悬啊！哇哇哇，不可能了！朋友们，今天跟小艾莉一起玩的游戏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，朋友们拜拜，有谦虚。我们就是海盗船，勇敢探险队，征服狂风巨浪。